Hello， 腾讯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告别2022，你尝试了些什么？又收获了什么呢？这次演唱了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《一事有成》，送给所有努力尝试向前的人。在新的一年，你还有哪些迫不及待想去做的事情呢？来腾讯新闻搜索《一事有成》，期待你的故事分享哦。